每一次这个男人看到他都流口水，可是我觉得我觉可能会太成熟了，我想要不我们把它弄直，梳梳好不好？哎不，我可是我想嘞，我还是想留长，这样可以飘逸一点，男人看到我会这样子会很开心。可是留长又很热，洗面是洗头发都很麻烦的，这个要不我们干脆给他一波一刀给他剪掉。可是这样很像我们那个男人婆一点女人味都没有，不然先生啊，你看看你有什么建议啊？我还是建议你到别家去找麻烦。结婚狂，虽然你一直在保密，我还是想知道你到底几岁了。25岁，加上你刚才迟疑的5秒钟，你应该30岁了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许的愿望都能够梦想成真。来干杯！是个什么场面呢？这吃个涮羊肉都能跳舞。哎，我声明一下啊，我这个人啊有个习惯，那就是从来不跟这个帅哥抢说话的机会，省得你们这些姑娘们讨厌我。你说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，我说几句。我现在代表公司郑重的说呢，就是我们公司和史大伟公司已经正式的谈成了合资的方案，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，史大伟先生呢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了。
让我们一起为建造中国的迪士尼乐园打拼奋斗吧。至于何如南呢，史大伟先生特别指定你做代表，负责我们公司和他们公司之间的沟通。对，你是亲善大使，以后我们两家和不和平全靠你了啊。这份呢是你做保证人的租赁合约，公司为了表示对你的感激和信任呢，一笔勾销了，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担心别人告你了。给我看紧了，别让他们坑了我的钱，开玩笑8亿呢。可以哭，你流什么泪？谢谢你，让我觉得美梦成真的感觉是那么的快乐。谢谢。你是我见过最傻的女孩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好心人都不会欺负你这个傻妹子的。有失必有得，这是你该得的。一直想找机会还你的情，等你想通了需要什么的时候再来找我。好，你们继续玩吧。既然是个结婚狂，怎么不找我帮忙找个老公呢？哎，你那个白马王子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哦。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女人的魅力啊，分为致命和认命。像我，男人呢就会心甘情愿的认命的。像余露那种女人，你要是把她惹毛了，她就会让你致命的。有那样的女人在身边，毛浩怎么可能快乐的起来呢？嗯。王浩，王伯伯知道史大伟的资金已经到位了，特别开心，正准备给你庆祝呢。快点走啊！总算做出一件成绩来，让爸爸高兴了。我们父子俩应该先敬余露啊。这位未来的儿媳妇儿，刚进公司没有几天就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。哎呀，那个史大伟是多精明的老狐狸啊，我都搞不定的事情。他一出马，就谈笑用兵，马到成功，太了不起了！来来来，咱们喝了他。等一下，这次我们可以争取到8亿的资金，这功劳并不在余露。那是谁？是我们全体职工。好好好，还有大将方度。可是你们两个还是功劳最大的，来，喝了再。史先约我来这干嘛？
史先生啊，替您在这家整形医院安排了一个小手术。整形医院？对啊。怎么了？我要是要整形的话，我干脆重新投胎得了，我全身上下都要整形。史湛，史先生啊，有几个朋友是这方面的权威，我们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，只要你躺上手术台，5天后你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样子。5天？对呀，那不是得花很大一笔钱吗？不太好吧？这个呀，你不用担心。楼上有3位口腔整形科的医生，钱呢我们已经都替你付过了，就是你不进去啊，这些钱也不可能退回来了。你呀，帮史先生介绍了一笔大生意，所以呢就当是他给你佣金了。哦对了，史先生让我转告你啊，以后啊拜托你笑起来的时候不要再用手遮着嘴巴了，真的很难看。来走吧。走啊！哎呀，快点来！为什么你不干脆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？因为你的好意别人比较容易接受嘛。你出钱我出面，你打的什么主意啊？要是让余露知道了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方小姐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只要3个小时就能完成手术，你尽量放松一些。没关系，反正我都等了快30年了，你们慢慢来哈，要把我弄漂亮一点嘛。遮什么遮？把它脱下来嘛！你看啊，这群蝗虫啊，把我专门献给你的东西都快嗑光了。来，哎，出车祸了？摔跤了？跟人打架了？你还打赢了？那包的纱布，你还这么乐啊？哎，你会不会这么巧？你刚刚好把门前的这个门牙给摔断了。我知道了，他去整形了。哎，那个医生会不会很可怜啊？拿着那个手术刀问那个护士。我该从哪里下手？选美皇后向全世界宣布，她全身都动过整形手术。
我上楼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大家不是有意取笑你的，只是你平常的样子实在和整形手术联系不到一块儿去，太意外了才会觉得好笑的。相反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十年你的过程实在是很辛苦也很心酸，我们会希望这次手术成功的。来，握个手吧，把我这方面的好运传给你。不许问我什么地方动过刀，死也不告诉你。小萍姐，我对你有信心，你一定会变得很美丽，很有气质的。加油，赶快恢复信心，给外面那些男人好看。对不起，我说的那些话，如果你手术失败变成钟楼怪人，我不会写你的。反正我只在乎你，哈，我的那个心永远不会变，哈，记得我，哈，我是深深爱着你，相信你。资金的顺利到位意味着外界对我们的信任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自满，反而应该从学习当中增强自己的信心。所谓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外国人设计经营游乐城的计划绝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所以我决定派人去日本考察，看看他们的迪士尼乐园是怎么盖出来的，又怎么经营得如此成功。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何如南。为什么派我去？因为你优秀啊。那我跟谁去？有你这个花木兰清真，别人还用凑热闹？不过你放心好了，困难的话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帮助你。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东南亚的开发计划，邱经理，你汇报一下吧。好，上礼拜呢，我们去那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考察一次，这两个国家呢比较相邻。何如南，你刚是在野餐呢？日本？对，日本。Awesome, Japan. Yes, Japan. 嘿，没错，日本。我这次死定了，余罗汉我恨得咬牙切齿，他怎么可能安排我去日本观光旅游呢？他一定在那边安排了什么毒计，或者是安排了什么职业杀手在等着我。对了，没错，我一定会遭到暗杀，或者是会被绑架去卖淫，从此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。惨了惨了惨了，快帮我想想主意，快快啊啊！我的宝典在本土作战是所向无敌，不知道对桃太郎有没有用处。哎，还真应该去日本玩一玩，顺便测试一下我的宝典，看海湾作战实用不实用。小平说这男人没眼光。哎，日本男人比较有眼光，会把小平当宝贝。小平去日本结婚。把亲戚朋友都请来喝喜酒。就光宗耀祖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完了没有？什么什么的什么？哈妹你呢？我才没小平那么土呢。日本啊，我已经去的不想再去了。什么？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、北海道，我已经去了七八趟了，不是哈拉你吗？我在日本还有户头呢。户口？你在那边有家人吗？男人婆说的也差不多了，有一个日本的男朋友，疯狂地追求着我，因为他太有名了，所以我还在考虑。妈呀，我遇到救星了。哈妹，有你这只仕途郎吗？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靠你了。没问题，我看他是在哈拉我们，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过他有个日本的男朋友，还是名人。
你才哈拉呢。他才乱哈拉呢，他根本就不了状况，在那边乱哈拉。反正隔着是大海，死无对证，对不对？看这瓜。死恭喜！我不仅说，我还有证据。那。那跟我们一样，两个眼睛一个鼻子，干嘛这么兴奋嘛？哈妹，哈妹，救救我，跟我一起去日本。你在那边地头熟，就没人敢算计我，怎么样？咱俩一起写点东西带回来啊？带就带就，没问题啦。你出机票，更吃更喝更玩更住，一切费用你出。好，好，小兵一起去。我没钱。哈妹。你这不是给如南出难题吗？公司里只负责他一个人的费用，哎，你就当做是去日本和男朋友约会，反正金元冲那么爱你，让他出钱吗？吃人家手软，套话是你说的话，不能让男人看不起，没钱免谈。你一个人去日本送死吧。没问题，下次我带你一起去。真没感情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给你。和哈妹住了这么久，你们谁知道她是干什么的？对啊，又不上班，又不上学，一会儿出现，一会儿不见了。那你们又谁知道她是哪里人，家里是干什么的？那我问过她。他说：“他乘风而来，踏浪归去。”你也问过。石头。花果山，花果山的石头蹦出来的。我也问过他，他说他是某一个国家的落难公主，偷渡而来的。挂在网上下不来了。哎，凤凰，我要去日本。慢慢排队吧，我正在和巴黎的菜刀聊天。切，我是要去真正的日本，不是从网上。我要坐飞机去了。你都说过几百次了，可是没见你去过一次。啊？这次是真的。啊，你看怎么样，哈不哈？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进入状况了。那钱呢？钱从哪儿来啊？反正会有的。凤凰，求求你，你帮我跟金元从多弄几张合照，越亲密越好。来一两张床上的也没问题，然后还有木村拓哉、主演内丰、江口洋介也帮我弄两张，不要让人家看出来是用电脑合成的啊！我的技术怎么会出错呢？哎，既然你要走了，为什么不在那里和真人合照呢？你关你的电脑！哦，少管我。被关在门外的时候，我不敢面对里面的状况。神经病啊！纱布早晚都要拆的，抢
什么巧？哎，那万一拆了纱布，那个牙齿是不见了，可从这里长出来怎么办？啊！不过，他才狗嘴里长出象牙来呢。不过，想拆就拆吧，答应我，拆了以后马上去看医生。不要难过了，哭也没有用啊。反正你难看的样子，大家都习惯了。你已经丑了28年，再丑28年，我也不会嫌你的。想到你喜欢这种音乐。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宁可面对电脑，也不肯面对我；你宁可听这种音乐，也不带我出去玩啊？我的个人爱好跟别人没什么关系。如果没事找我，请你出去。我要工作了。我有事情找你谈。有什么可谈的？我们要去日本，我已经买好机票了。去日本哪有功夫去日本，自己去吧。一个人怎么订婚啊？订婚？对啊，我们要在日本举行日式的婚礼，既古典又别致，又有纪念价值。谁给你决定订婚了？王伯伯决定的呀。不可能，是我决定的。爸，我一路这个儿媳妇儿非常理想，家世和我们门当户对，性格既贤惠又能干，有他入门，这是你的福气啊，也是公司的福气。一路啊，通知老李，明天我要去扫墓，我要把这个消息亲自告诉王浩他妈妈。你真够厉害，从我爸爸入手。
喂。喂，我是王浩。王总，你找万玲吧。稍等稍等，万玲，王浩找你。哎，我不是我，喂。喂。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我才想到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为什么不给我打手机呀？我没事。一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的情绪不好，需要有人安慰，对不对？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到。你在哪里呀？这样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喝酒。你把大家都叫出来，把何如南和方小平一起，好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那你等着我，10分钟以后见。拜拜。好。好恋人就是随传随到。聪明女人完全手册第7条：男人最空虚的时候，一定要趁虚而入。被他等到了，他真有可能打败于露，成为我的老板娘。坐着都1个小时了也不说话，光知道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啊。我们人太少了，不如打个电话把他们叫出来吧。人太多了会杀风景的，我一个人陪你就可以了，帮助你什么烦恼都忘掉。好，那我们聊天。哎，听说你写了很多关于男女婚姻的宝典。外面的那些男人呢，我都看不上，利用和他们约会的时间来吸点东西，还显得我比较有气质。那么你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？情人之间的第三者是另外的一个情人，夫妻之间的第三者则是电视。童话故事里告诉我们青蛙会变成王子，可是现实的婚姻则告诉我们王子会变回青蛙。太妙了，太妙了！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来。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，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。来，青蛙王子敬你一杯。你还是去敬别人吧，我可不想让别人的老婆咬我一口。喂，我快要结婚了，快要进坟墓的男人，哎，快快乐乐喝杯酒总可以吧？恭喜。恭什么喜啊？你看看后面那个女人，眼睛这样一瞪。觉得我们之间会有喜悦的感觉吗？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觉得不安，因
是要回家，不过我回他的家。妈，我可没答应他，还是你们俩回家了。回不回家是我的自己。想过要将就一点，却发现将就更难。于是我学着乐观，过着孤单的日子。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，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，就算心烦意乱，就算没有人作伴。我就叫他们，小平，哎呀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小平，我来了，我们一起出去散喝酒啊，来，我阿妹，小平，小平，你在里面住吗？我是王总，王总，他要化妆，我们去那边啊，这边是小平在里面住，是不是在里面住？哎，没有人呐，那边。那边有人吗？这里面小明在里面吗？是我，别敲了。啊，这里啊，那这边啊、哦，你好，哈妹。你好。嗯。我们去下面聊天呢、啊。好啊。走。来来来，你啊，先到我的房间里休息一下啊。啊，您休息一下啊。哇塞，你好厉害啊！你好像是一个男人，里边有一个女人正在等着你宰割。你跟王浩要在这里？他是主动的，我只不过是半推半就吧。谁半推半就啊？哈美。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，所以你现在就到阳台上去站岗，一定不能让恭喜出现了跟我搅局。如果他出现了，我就剁掉你的手和他的脚。了解。婉玲，王浩可不是随随便便男人的，你可要想好了。我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女人呀，正因为他不是随便的人，所以我才不是随便的让他进我的房间。其实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随着感觉走了。哎，我不敢往下想，我去睡觉了。穿这一件呢？
我现在给你脱鞋子。不用脱，我要回家了。这边的沙发好难睡啊。我的床很舒服，要不要试试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因为我睡不着，我跑来你这边找眼罩，一不小心觉得床实在是太舒服了，就睡着了。我马上走，慢慢睡啊。哎，王大少，怎么在这睡着了？醒醒醒醒，那有很舒服的床啊！啊，我陪你啊。赶快去睡啊！赶快躺回去，你们继续啊，千万不要受到我影响，继续啊！好。对不起，我喝多酒了。会晨跑啊！我这是晚跑，我昨天一夜没睡，昨天晚上我们那儿鸡飞狗跳的，怎么没见你偷偷跑过来看热闹？嘿，吩咐我不要管女孩子的事，多管管自己，所以你没看到我在练身体啊？哎，阿梅，你骑车小心了，下班早点回来。你晚上要吃什么？我帮你准备。要不要帮你弄两只鸽子，炸给你吃啊？你看看他，连骑个脚踏车的背影都这么有气质。就算你把肌肉练得像007，有气质的平也不会理你的。小孩子，你懂什么呀？我懂你现在只是个打杂的工友，我懂你这些破房子到烂光了都卖不出去。你想想，平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终身大事交托给一个没有前途的男人？他说呢？他刚才正眼瞧过你没？没。不过我很清楚，他是用心眼在关心我。哎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是天定良缘呢，绝对不能受到任何杂怪的影响。你帮我劝劝他好不好？啊？怪就怪你这些房子都卖不出去。你不要搞不清楚，哎，这不是卖不出去，这是外面的眼光太低，他不晓得这个社区有多高尚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我有一个好法子，能把你把这些房子全推出去，马上销售一空。你说说看啊。你只要去日本找我男朋友金元从，然后跟他拍一张合照，并且大做宣传，说金元从要在这儿买一栋别墅，保证人山人海的拥进来抢购。对，拍照哈。看在咱们两个的交情上，你只要包我来回的机票和所有的食宿，君元从那儿我帮你搞定了。哎，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早先我想到的话，要是照张照片挂在工地前面，哎，你看看我恭喜啊，小眼睛小嘴巴大鼻子，多性格的脸啊，再加上几句吉祥话，哎，这是很好的广告词。人家君元从是大明星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明日之星啊。哎呀，我恭喜抱拳，向大家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大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要祝好山好水，请早恭喜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
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，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抬头看，电影越圆满，就越觉得伤感，有越多的时间，就越觉得不安。